所以他一讲就到。台北市罗斯福路。这个是刚刚您已经讲到了，全部可以讲。台北市罗斯福路。必须要说台北市，再说罗斯福路，再说在几号。新生南路金华街口。好，我的老板李代文，老板，老板，李代文，请说这里，我重新出入。哦，老板的地址在里面。先坐下。送进麦当劳。哎，这个很方便哦。麦当劳。哦，老最近的，全部都是最近的。离你最近的，对，最近。请重新出入。我要回家。